擦起你的头，看那雪花飘散，那是我的梦终将会被点燃，承受着的痛，朝着成功高岸，洒下的泪水那是雪的花瓣，我无憾。雪花飘散，那是我的梦终将会被点燃，承受着的痛，朝着成功高岸，洒下的泪水那是雪的花瓣，擦起你的头，看那雪花飘散，哎，回来见着老子也不打个招呼，什么玩意儿？没什么。有钱没有？没有。都这么大了，以后有钱别忘了孝敬老子啊！大球大球，有啥用？跟你们教练说。以后不给钱叫打球，不去。把钱捂上。发呆呢？帮帮我呗！沈冰冰，62。我下次一定好好考。你要是爸知道的话，他又得扣我零花钱了。可你上次不是说漏嘴，你们老师已经知道爸妈已经离婚了吗？我说的是爸爸出差了，我跟着妈妈一起过的。妈最近给你打过电话没？前段时间联系了一下。你想妈啦？你放心，她跟我说了，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，她一定会回来一趟的。谢哥，那你继续发呆，我走了。我这太无聊了，你还不如直接让我上冰打呢。少一下，操场十圈。太狠了！你什么时候啊能不用速度就能把周周手上球抢一下，你就不用练这个了。行，周周，周周，
跟我到办公室去一趟。有好事是不是，胡爸？我也去。哎，记一下啊，操场十圈。我没少练，我练着呢呀。乱说话也算，记着啊。哎，坐。胡爸，你找我是有什么特别的事吗？啊，也没有，最近光忙着训练了，总想找你们谈一谈。哎呀，你看多快啊！想当年你们还是一群在那个冰场上站都站不住、滑都滑不稳的毛头小子，这一转眼成大人了。哎呀，你马上也要到国外专业的球队去试训了，会遇到更多的困难。听到更多的不同声音，不论呢是从人生啊还是比赛呀、最后的结果呢都要靠你们自己。胡爸，你都知道了。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想法啊，胡爸相信你会走得更远，胡爸会一直支持你，我很看好你。谢谢胡爸。哎呀，要说的话呀很多呀。哎，对了，这是研究战术的，回去好好看看。好。胡爸，医生说了您不能喝酒啊。早就不喝了，拿来吧。你闻的那是药酒，是用你擦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千万不要喝酒。行吧，那我走了。胡爸说的你都记住了？记住了。好，去吧。哎呀，这丑小子越来越不好糊弄了。教练，注意一下77号的滑动路线和他的带球习惯。他进攻有下意识的动作，而且他突破的时候和3号有一个下意识的配合，这很明显啊。没错，你要提前滑到这个位置，这儿，这样才能有效的封堵他的射门或者是传球。你很有天赋。只是欠缺比赛经验，但是我们有针对性的训练可以弥补这些，研究透他的路线和他的习惯，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记住，我们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比赛的胜利。教练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赢。看你的了。停，店铺转让，算了，吃别的去吧。怎么突然间就转让了？怎么，非得要吃这家？怎么突然想吃米线了？没有，就是以前小时候，你不是总拉着我来吃这家吗？那时候并不觉得有多好吃，最近突然想吃了。也是，都过去这么久了，许多老店都快关了。嗨。时代在进步嘛，总会有新的发展的，啊，没事，好吃的店那么多，没有这家还有别的呢。如果是不好的变化呢？啊？走了。哎，干嘛？奶奶呢？奶奶，厨房呢？不，你干啥？你拿我冰鞋干嘛？是这，你把冰鞋放下。我这有人，他正好要我电脑，你拿走。你把我冰鞋放下。你把冰鞋给我，你敢动我，我揍你，听不见？哎，我给你钱。
快拿去，拿去我给你留下。你别走啊。哟，翠翠坏了，吃饭没得？哎，你干啥子？你把卡拿拿去！哎，你干啥子？你密码，密码，没事，没事。不给他，哎呀，不给他！奶奶生日，早给我不就得了？你能拿回来？老杨，老杨，你给我拿回来！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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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了。哎呀，天哪！那是你存了大半年的钱。没事啊，没事。没事，奶奶，没事。哎呀，都怪我，怪我哟！哎呀，都怪奶奶呀，我没把你老汉教育好。没事，没事啊，没事，没事，奶奶。都怪着我。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哎呀，作孽呀，啊，作孽哟！那我就穿着它，咱们一起拿冠军啊！我一定要留下来。这么晚了，还不休息啊？我不想去国外，我舍不得球队，舍不得胡爸。我说过，这个事情没得商量。我想跟你打个赌。打什么赌？如果这一次我赢了，我就继续留在联大。赢不了呢？听你的，去国外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希望您能遵守与我的约定。我只看结果。晨晨，嗯，哎，你给我带了？胡爸，老胡爸，你要不要吃点？你说，他这大早上是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？我觉得他是在给你树立一个榜样。嗯，给我树立一个榜样，你不觉得吗？是那么回事吗？少说多做，训练去。啊，好，我说你来一个。你呢？今天不在状态啊？啊？史柔柔，你什么意思呀？逗你了吗？嘿嘿嘿嘿。怎么了？球场情况那么复杂，段一段你反应能力怎么了呢？那我要受伤了谁负责？不是，
怎么，你想受伤是不是？算了算了，我的问题。继续吧。训练结束。谢谢胡爸。教练再见。好，再见。谢教练。周周，别练了，保存体力，留给比赛。沉住气，要相信自己。啊，这就像我们打出的球，再猛再快，阻力仍然会有。今后你的内心会变成你的力量。加油。走啊。哎，你自己去吧。这是我每天早上最期待的环节啊。我在这等你啊。快点。联大必胜！联大必胜！联大必胜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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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相信我，必胜。就这屋。陈天官，陈天官。陈天官，本人呢？应该在家呀。陈天官，开门。你们俩在这儿守着，我们去外面看看。周周，装备都齐了，啊，比赛顺利。好。哎，走啊。哎，陈彻呢？果然还是咱们周周啊，永远都不会迟到。陈彻呢？上次还说比赛的时候要先到。哎，周周，陈彻他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啊？能有什么特殊情况啊？肯定睡着了呗。反正他这个人啊，也就这样，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快比赛了。哎，站住！陈小子，站住！
你别敲了行不行？烦不烦？他们两个都不接电话。各位同学请注意，各位同学请注意，请比赛双方队员就位，请比赛双方队员就位。他怎么还不来呀？哎，教练，别着急，都沉住气啊。教练，这现在怎么办啊？等我的消息。哎，教练，要我说他就是不负责任。行了啊，这么严重的比赛缺席，根本就是不在意我们。不是，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动起来，动起来！哎，打起精神，上上上上！哎，怎么样？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这次我一定会全力以赴。一会儿让我看看你特训的成果。奇怪，他们怎么还不上场？他们还挺沉得住气。交给你了。那个，胡教练，联大临时更改了赛前首发人员名单，队长陈彻和沈周周不作为首发出场，那有几号球员负责球权争夺和赛前队旗交换呢？我是代理队长。哎，胡爸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对不起，迟到了。大学在上次比赛中打败了江城理工大学，成为这次的夺冠热门。但是山北大学呢，经过了新的一轮人员调整，也有着强大的实力。希望这次碰撞可以带给我们一场精彩的比赛。好，比赛正式开始。联大七十七号选手陈彻一马当先，直接突破。好，陈彻的快速突破可以说是无往而不利，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支队伍可以对他进行有效的限制。看来今年的 FBC 球员非他莫属了。哎，等等，山北大的七号李胜贤选手抢下了陈彻的球。李胜贤带领山北大进行了反击，陈彻险些接到追赶，李胜贤进入蓝线，他绕过了联大的防守球员，闪出空当射门，球进了。比赛刚开始，山北大的外线球干嘛呢？在第一轮的进攻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出啊，这李胜贤的速度真是要快于联大的七十七号陈彻的啊，这难道是山北大学隐藏的一个秘密武器吗？没事，还有机会的。再来。教练，你有没有觉得陈彻今天状态有点不对啊？这不是他的问题，山北大学为了就是陈彻，没少想。哎呀！这么容易就被打乱了节奏啊？啊，稳定自己才能牵动对方。去洗个脸去，啊，
这就是你让我看的比赛。比赛还没有结束呢，第一节就2-0，这个比赛还有胜算吗？继续待在国内，你的技术将得不到任何提高。花同样的时间，如果你在国外，会让你变得更专业。打完今天的比赛，给我马上出国试训。如果我们赢了，请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。继续待在国内，你的技术将得不到任何提高。花同样的时间，如果你在国外，会让你变得更专业。打完今天的比赛，给我马上出国试训。喂。涉嫌斗殴伤人，致人重伤，需要你来一下配合我们处理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胡爸，你看见陈彻没？啊，我让他去调整状态，可能去透气去了。哎，干嘛？我出去找一下他。我让简一去找了，休息一下，准备比赛。同学们，我们还有机会啊！最后一节，3-4组队员交替上场。你们的目的呢？拖延对手，保存我们的主力的体力。在这个节骨眼，千万不要丢球，严防死守。都比到这个时候了，胡思乱想只能加增你们的混乱。忘记比赛，就当是一场训练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我没听见。知道了。还行比赛，啊，一会儿好好打。行，准备上场吧，大家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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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练。我这真的是该找的地方都找了，我连卫生间都找人进去找过了，但是我现在就是找不着人，而且他打电话也不接。继续打。好的，比赛来到了第3节，联合大学巴德进攻，我们并没有放弃。好，一个精彩的配合。沈周周拿到了球，3号沈周周快速突破，过了蓝线。
在门前。啊，他的球在门前被七号李圣贤抢断了。李圣贤快速的突破，我们可以看到山北大学的配合也非常的默契。李圣贤，哇，一个猛烈的冲撞，联合大学的防守队员完全被李圣贤弹开了。李圣贤完全统治了这场比赛的攻防两端。李圣贤，李圣贤打完球进了，比分来到了5-0，山北大学大比分领先。这场比赛可以说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悬念，而联合大学所需要的在后半节比赛也没有出现，他到底去哪儿了呢？好，比赛结束，哎呀，幸福。临阵退赛，我最讨厌这种人了。行了吧你啊，陈彻可能是有什么事儿。不是都这个时候了，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了陈彻的小跟班啊？你说谁小跟班？说你呢。看到陈胜没？没有。陈彻，回来了，快！刚起锅，趁热吃。最爱喝的。爱吃豆芽，吃点肉，啊。没事啊，你也吃。嗯，快，多吃。吃，邓姐。不要忘了，你自己说的，男人之间的约定。哪位是陈建坤的家属？
在这里签字。住所都处理完了。啊，他动刀子伤了人，自己也进去了。欠了人家的，咱就得赔。可我们家能赔的，就只有房子了。车车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以后啊，就跟着奶奶好好过，好好打你的球。奶奶全力支持你。这份资料是给你的，到了那边，卢克斯教练会主动跟你联系。什么都安排好了，你从来就没考虑过我的想法，对吧？是你说的，输掉比赛就听我的安排。我今天若是赢了，你会让我留下来吗？你在联大根本就赢不了球。不要有负面情绪，负面情绪不利于你好好打球。我都是为了你好。
坚定的目标，自信的微笑。